和霸总闺蜜同居有多爽？大夏天的不想化妆，有它；懒得洗头，有它；痛经难受，还有它。就算马上520啊，男朋友什么的更需要。最关键的还是它的挖宝能力，特别是家里的洗护用品啊，出乎意料的个顶个好用。就我这个一年四季八种发色，隔天就油，没事呢就能抠出个大块屑屑的头发，都能被它挖来的宝贝妙手回春。哎，红松高颅顶说有就有啊，随便分开一搓都是干干净净，看见没？就是这个啊。 65一年就伸出来伺候头皮的打工人海飞丝头皮专研洗发水，我现在的头发呢已经不油了，我直接在头皮上啊整点油，洗给你们看效果啊。它啊是这种无硅油的啫喱质地，像海水一样的蓝绿色，闻起来呢。 有种很清新自然的味道，它这个起泡很浓密，洗上头啊会有丝丝凉感，冲洗完就感觉压在头上的大山被移走了，特别清爽，感觉头皮每个毛孔都被清理干净再呼吸。你看油没了吧，蓬松了吧？就你平时脸痒出油长痘啊，都知道光清洁是没有用的，得护理。那头油头屑头痒啊也是需要护理的，那护理头皮的思路啊其实和护肤是一样的。像这个海飞丝头皮专研洗发水啊，就是先用高活性氨盐帮助咱们去除头皮屑。 头皮上的刺激物，再用水杨酸透明质酸之类温和补刺激的护肤肌成分，帮助咱们授粉头皮角质层，配上特有的微胶囊配方，让头皮护理成分长久高活，形成保护屏障，从根源上去屑控油止痒。 头皮问题，头屑头油头痒的考生啊，想要在即将到来的夏天交上一个满分答卷，那他就是参考答案，还是华哥代言的，得劲儿，拜拜。